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奇特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啊。这期的话呢，我就不把它列入流水号了啊，因为呢介绍的呢都是童模的玩具啊，已经讲的太多遍了啊，也就不好意思再把它给抢占一个号码了。最近官方最新的 Steel Series 的1986年电影的玩具已经上架了啊，那我自己也有预定，那但是呢还没有发货过来，可能过几天再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王国系列的 Deluxe 等级呢，昨天也才刚开始在台湾开始大量铺货，近期才会到啊。那我呢会抽时间赶快做，但是也不一定很快啊，因为刚好卡到就是真的年前非常多的事情，还有节目十周年的一些小企划案，所以我还是这样抽空啊。那大家的话呢，如果说你真的很想知道玩具的情报，其实现在很多玩家呢都会做开箱影片或者是开箱文，打到网络上去看啊，就多听多看总是好的。那当然我自己把玩的话呢，我有我自己一套的一个标准啊。看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透过一个叫做虎符骑射的滤镜啊来看这个玩具。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都是透过一个不是你本人把玩的一个经验的啊。当然我们做1000多集之后啊，大家也可以从里头呢去看到我们的习惯大概是怎么样，那跟你的习惯有没有接近啊。如果接近度高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预测性的话呢，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参考，你对我节目对你的参考价值呢就会提升啊。那我今天的话呢来给大家做这两个是网飞跟变形金刚联名的，这个是这个Alita One， 还有这个是 Sideswipe。 那我大概讲一下好了啊，这个 Sideswipe 这一款目前还比较容易买到，颜色也是很漂亮，但这款 Alita 的话就非常的贵啊，它跟这个 Bumblebee 一样是同一波推出的。那目前这一款的话呢，在台湾的话基本上也是属于买不到的状态啊，价格也是翻两倍以上，非常不容易去买到。那我的话呢，今天的话呢会重点的话呢就跟大家聊聊这两个。那我们的话呢先来看到 RC 跟 Alita 的一个对比。那我要提一下这个朋友的话呢，他的这个尾翼啊，他的话呢应该是忘了啊，可能掉在他们家某个地方啊，他已经有特别跟我联系过了啊。那这个我本来还想说是不是 Alita 没有后面这个，但是我看到和会什么的都是有的。那以单纯这两个家伙对比的话呢，我会认为呢艾丽塔呢在各方面都是胜过 RC 的啊。当然本身这个模的话是问题是非常大的一个车包人啊。那我在变形 RC 的时候呢，我已经有提到过说他这个密合啊是操作上是非常困难的，但是 Alita 的话呢明显的呢我在变形的时候呢感觉容易得多，然后在整个一个车型的密合度上面尽管还是有一些问题，但是我真的觉得比 RC 要来得好很多啊，或者是说它的颜色比较深啊，所以看得不是那么清楚。那它的一个挡风玻璃也是比较漂亮，是真的是一个透明的蓝色。 RC 的话呢是有一点这个算是比较有一点带一点灰色之类的一个成分在里头啊。那滚动性的话呢是两个都是半斤八两啊，并没有说特别的好。那这个车型呢也不漂亮啊，还是这么提一下，它是有一些小改模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纹路是不同的， RC 是整个光滑的啊，但是艾丽塔的话呢就是有一点小小的一个像是散热片一样的东西。那另外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它另外发来的这个 Sideswipe。 那两者的话呢车头的颜色差别比较多，后面的话整个是做了更加消光的处理，在原本围城系列的这一款它已经有一点点消光的感觉了，但是在这个的话呢做了更明显的处理，还有烟熏的一个涂装。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并怎么说呢，人形上它是比较好看，但是在车型的话呢因为头尾啊这个感觉色差好像是分布不是那么样的好看啊，反正车型的时候呢没有人形那么样的一个精彩。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模具的话呢依然是我到现在为止呢我个人是强烈推荐的好模具，非常的好玩。那我的话就顺便的话呢，我手边呢今天就是车子都拿出来玩一下吧。这个也是网飞配色的这个红色警戒。那我要提一下啊，这个啊红色警戒跟这个 Alita 这个呢是网飞那一波是同时推出的，那一箱 Deluxe 等于是八个玩具里面其实有两个艾丽塔，两个大红蜂，还有这个两个千斤顶。然后呢这个红色警戒呢跟那个撞针是各只有一只，
理论上它的一个稀有度是比较高，但是因为它之前的话呢，真的推出了这个太多的相同的模具，已经推出的太多了啊，导致于说它就是价格上的话是没有办法就是标上去。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同一个模具我收了这么多，主要是它很好玩啊，变形上就是简单干净利落，是个人很推荐的一个桌上小物啊。那我就顺便对比一下好了，这两个如果是以红色警戒来说，确实网飞的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它的这个头尾这个白至少还是比较统一的啊。那也有这个战损的一个涂装，那这个质量真的就有点战损的感觉啊。那之前这个围城的时候，这种战损只是单纯的把它弄脏而已，并没有那种就是力战的感觉，还是有一点差别的。那我们就简单快速的呢来示范一下啊，这个网飞跟变形金刚联名的 Alita， 还有这个 Sideswipe 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我们先把这个艾丽塔给变形好了啊。它的这个模具的变形体验的话呢，我个人是只能说变形体验极差，它完全就是一个车包人的一个概念了啊。那原则上呢，就是把这些卡扣的话呢，给做一个简单的松开啊，这个地方。松开这个翅膀了，哦不对，不是翅膀，这个背包的部分啊，它主要是后面这个地方啊，你看到吗？这里是有一个这一根，它是要直接扣进它后面有一个洞，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结合点。那把它的话呢，给从这个体内拔出来之后的话呢，把它的往上面呢挑一下，把它从往上面这里挑出来，或者是说呢，你可以今天直接把它拆解掉好了，把它这个背包的话呢给拆下来好了，它的这个背包。跟这个本体的话呢是有结合的卡扣的，我们就直接把它给分开好了。那它的这个地方就是这里啊，就是我刚提的一个这个地方这个结构，我们可以把它给往下面翻出来，这里翻出来，它就是到时候如果你要完全变形的话呢，就是靠这个地方去做一个翻转。但今天的话呢，我们就不做完全变形的一个示范了啊，我们呢就直接的呢将它给做一个，这个就把它变成是一个脚踏板好了啊，就这样脚踏板。那接着进行一个本体的一个变形了啊。那我必须要提啊，以关节的紧实度呢，还有这个推移的手感的话呢，推移的手感是一定是大嫂比较好了啊。这个你问我说这两个玩具的话，如果要二选一啊，我直接在这边告诉你，如果有得选的话了啊，这个专情的大嫂跟男朋友是谁都不知道的这个绿茶雅西的话呢，我们当然是选专情的大嫂了，对不对？这个背包的部分呢，把它呢给推到后方去，这样推下去。那这个背包的话就往后面折下来，到这边。啊，不得不提啊，如果后面没有那个尾巴啊，没有这一块部件的话，单纯以机器人的一个本体，就这样子来看，其实它的体态呢还是挺漂亮，包括 RC 的这个也是一样的啊，这样子。摆出一个女战士的动作是绰绰有余的，甚至呢，我要说呢，这一款艾丽塔的这个面雕的话啊，是算是很漂亮的，眼珠也是很漂亮的一个 MP10 的一个水蓝色。那我们把这个莉亚公主呢拿出来做个对比，要是我的话，我真的会觉得艾丽塔的头雕其实比较好看。那以胸型的话呢，艾丽塔也是比较接近于真人的一个胸型啊。当然你会说，女机器人。我们怎么会在乎它的胸型是像人类还是像机器人呢，对不对？我们再把这个看这个 RC， 这个两个如果针锋相对的话， RC 的是不是 RC 的罩杯比较大，好像是，但是它是方块型的啊，所以还是选大骚会比较好一点。那它的一个头盔是比较就是你看前后色彩不一样，这可能是它唯一一个配色上我觉得有点小问题的。那整个腿部是白色的一个漆面啊，那转动的时候啊什么的话会有白色的粉末掉出来，这也是很难去避免的啊，小腿后面有一些小空洞，但是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女性机器人啊。如果你把这一块给拆掉的话，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可以像 RC 一样啊，这个可以把这个脚底板跟这个扣上去。非常可惜啊，这一款这个 Alita 的话呢，现在是很不容易买到，非常非常不容易买到。这个喜欢的这个扣的一个位置啊，为什么不记得是这么难扣啊，对吧？这样的，OK，
好，如果可以的话，两者如果能够有得选，还是会建议你入艾丽塔，但它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啊。当然入艾丽塔还有一个原因了啊，就是 RC 的模呢比较多，那艾丽塔的模是比较少的。好，我们就暂时的让它退到后方去。那最后这个就是已经变到非常熟悉的一个 Sideswipe 的模具啊。首先的话呢，把这个两侧给打开啊，这一款的一个变形的简单程度啊，还有它的一个就是个人推荐度都是比较高的，就这样两侧给打开，然后呢脚往下翻出来，往这边的话呢把它给推到骨折的感觉，它会顺便把后面的两个脚底板给推出来啊，这样会方便我们做一个变形的一个把玩，两个再盖上，这个地方是前后错位啊，错开，腰部旋转180度，再来的话呢把手臂呢给翻出来，整个给翻出去啊，很多烟熏的这个涂装的感觉，但是不会残留在手上啊，这个我官方可是非常重视玩具的安全性的啊，绝对不会像一些没有版权的小厂把玩之后手上还沾什么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漆面的啊，绝对不会这样子的啊。好，这一款这个网飞配色的 Sideswipe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了啊，那这个是它跟当时围城的美版做一个简单的小对比。那我们的话呢，就一个用肩炮啊，一个是用一个大枪的形态来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小展示。那么在车型下的话呢，我刚刚提过车型下呢，我可能觉得围城的美版可能还好看一点，但是呢在人形下的话呢，就我是觉得啊，这个网飞的配色会比较好，因为它的配色的话就不像车子头尾不太一样。那侧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手臂这个都是有一些烟熏的，最大的不同了啊，还是这个原本的这个乳白色的这个零件啊，在美版这个的话，随着年代久远应该会持续的去变黄吧啊，但是网飞的这个一个零件的话应该是不至于会发生的。好，那今天的话呢就是花一点点的时间把这个台湾的变形金刚迷友呢借给我分享的这两个网飞配色的玩具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小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